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同样是从小师从我们的师父，就是广州螳螂拳的创始人郭子硕以及郭华威先生，我也是习螳螂拳的。那么我是来自广州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叫杨斌。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都是由我来主持，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各位。今天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晚上，所以我的语调不好意思也不会很高亢，因为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师叔师伯师父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天下螳螂是一家，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螳螂一家亲。请大家以掌声欢迎各自的到来，谢谢你们。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议程挺多，而且呢也有点复杂，所以请先允许我介绍，一桌一桌的来介绍来自各地的师父们，我的师父师叔师伯们。来，我们先从一号桌开始，排名不分先后啊。来自莱阳三山的王玉山之尊王晓夫妇，来自青岛好兵太极梅花螳螂拳推广中心的孙德龙夫妇，中国建国之后第一批国家武术运动员刘崇喜夫妇，来自山东烟台灵景山的弟子钟连宝夫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鸳鸯螳螂拳继承人孙崇泽，还有青岛武术协会副会长孙日成先生。那么还有广州螳螂拳全会副会长黄钻明先生。还有广州螳螂拳会副会长严志图先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师伯。还有广州螳螂拳常务副会长钟伟航先生。那么还有香港梅花螳螂的严孝良先生，不好意思啊，因为一桌一桌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要介绍，很不容易啊。我们是趁着这个机会让大家都来广州啊，来见个面，真的非常不容易。还好，我们二号桌的朋友同样排名不分先后，来自香港七星螳螂拳李景荣国术总会的李景荣夫妇，来自海洋市文旅局副局长隋副局长，来自莱阳崔寿山武术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石民奇先生，来自莱阳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耿春强先生，来自莱阳市武术协会秘书长七星螳螂的林景山的孙子林栋柱先生，来自莱阳市武术协会会长吴永刚先生，来自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秘书长刘黎平先生，正在路上啊。
还有来自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监事长徐民富先生，刚刚下飞机，正在接的路上。还有我们广州螳螂拳全会会长梁尚运女士，还有广州螳螂拳副会长张宝颖、郭忠书，介绍一下，郭忠书是我的师父郭华威先生的公子。那么当然还有我啊。好，我们来看看三号桌的朋友。刚才介绍了啊。好，三号桌的朋友同样排名不分先后，来自香港太极梅花螳螂拳总会主席威凤池先生。名单比较多，来自蓬莱武术协会的吕延波先生，来自精武螳螂拳拳城人李大林先生，精武螳螂拳中国摔跤拳城基地主教练韩运发先生。这是来自上海的朋友啊。那么还有来自贵州黔西南州太极拳协会徐生文，还有罗光玉先生的徒孙，来自上海的丁学伟夫妇，来自上海的上海精武拳统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精武螳螂拳拳城人张建芳，莱阳太极螳螂拳一派传人孙志斌，来自青岛市武术协会副会长杜月英，来自青岛海峡两岸文武交流会秘书长初梦止，还有我们广州螳螂拳会副会长黄荣佳、徐伟长。好，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四号桌的朋友，来自新加坡七星螳螂的郭长城，来自槟城七星螳螂国术会王清福，来自槟城七星螳螂国术会武玉林，来自槟城七星螳螂国术会庄成书，来自台湾八部螳螂的郑荣贵，来自香港竹溪太极螳螂的谢永明，梁怡海北派螳螂拳研究社的吴玉华，香港奎德堂会长黄显奇，香港七星螳螂的曲锦华，来自广州螳螂拳会常务副会长霍明刚，还有我们广州螳螂拳会的财务主管龙杰，广州螳螂拳会副会长胡伟东。好，我们来看看五号桌的朋友。哦，还有吴伟南先生，不好意思。好，来自五号桌也是排名不分先后，来自海洋梁学乡的后人梁国爱，海洋市虎头湾总经理
王新旭，大连宝城教育培训中心光板螳螂拳馆宋明德，莱阳新武馆馆长魏平，莱阳太极螳螂拳大师莱阳三山的崔浩，啊，这个是莱阳三山崔寿山的孙子。好，还有辽宁省螳螂拳拳法研究会的刘成，清华武馆馆长石清华，莱阳七星螳螂拳第一派传人刘星，莱阳市体育发展中心副主任董建中，青岛好兵太极梅花螳螂拳推广中心石雅慧，青岛好兵太极梅花螳螂拳推广中心王玉婵，广州螳螂拳学会副会长胡红军，广州螳螂拳监事李德成。好，我们看看六号桌的朋友，同样排名不分先后。新加坡郭长成弟子许秀琴，新加坡郭长成弟子吴赛英，吴赛完，不好意思。安徽省武协常委、合肥市武协副主席、泸州螳螂拳研究会执行会长刘崇熙的弟子许义文父子，高密武协的杨洪宝，还有高密武协的李刚，还有张建芳的徒弟周浩，还有韩运发的弟子二位。好，接下来是广州螳螂拳拳会副会长胡伟南，副会长梁志荣，广州螳螂拳拳会秘书长陈建安，广州螳螂拳拳会监事郭富强，烟台太极梅花螳螂的徐金伟，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要介绍，因为都是自家人，所以呢可能有点匆忙，所以工作可能有些漏了，等一下我会再补上，啊，不好意思，如果真的是漏的工作问题，在此深表遗憾，表示道歉。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先请我们这次办方，其实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说啊，我是个主持人，但是首先我也是螳螂弟子，那么就请我们广州螳螂学会的会长梁尚燕女士致辞，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晚上好。我想广州的八月大家是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就感受得到，但是这个火热的八月赶不上咱们螳螂之夜大家的这种热情，好感动。从东南西北的，昨天下的第一波是从马来西亚最远方的过来，从台湾的过来，也有坐48个小时从北东北过来，3天后48小时飞回去，也有是今天赶过来，明天晚上开幕式之后就要赶回去。
大家东南西北的就要往这里走。我昨天晚上收到是台风的警报，但是居然所有的这一场台风警告没能挡住我们所有。今天晚上只设了六桌，大家看到现在还有两个位置已经在来的飞机的在上海金武总体育总会的总监室和那个秘书长在已经在来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台风去挡住了。我想这是螳螂，我们的力量在这里，对不对？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我昨天开始担心每次的台风，那么马来西亚就说是我上个星期我的船遭遇有问题了，我说哎呀我好担心飞机，结果我们所有人都准准时时的到了24号，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天意吧。那么刚才呢在介绍的所有老师里面呢在这里我首先代表广州螳螂拳会全体同仁向到会的各位亲人、各位螳螂名家、各位老师，包括来的政府里面这一次也有一些文广旅游局长、体育中心的局长，都是在过去我们去到山东的时候很热情地接待过我们，这一次也是我们的家人。在这里代表螳螂拳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衷心的诚挚的祝福。刚才可能也稍介绍了一下，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但补充一点的话，在我们的人生中，我想快快乐乐让我们几十年享受螳螂拳的快乐，全是来自我们今年的从螳螂的根源到今年说是南传的100年。如果没有当时上海中间南传的100年，就连接不起我们跟山东400年前的一个缘分。因此我想这才是大家不远千里不远万里的从四面八方海峡两岸去飞过来的一个原因。那么今晚的主题呢是螳螂之夜，我希望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平台，在未来的一个10年20年里边，我看到很开心，看到在座的话有4个小朋友，当他们告诉我说刘老师的徒孙能不能来，我们说50岁以下，我当时跟微凤池老师说我跟你算年轻了，他说是是是，长辈们在我不敢表演了。我说今天见到了好多的弟子，我们螳螂学会除了会长基本上不让进这里，有老师部门充分的交流，但是呢当小孩子们说我能不能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提议。因此今天会有来自安徽的小螳螂，我在马来西亚是去年见过的小螳螂，非常棒，明天晚上大家会看到他的表演，刘淳杰老师的徒孙，还有来自香港的哎，这小男孩很棒啊，甚至我们叫他小螳螂，还有一位女孩好像是来自上海的，我们今这一次会议最小的小螳螂啊，非常棒的。那么还有呢一个小男孩香港的，应该有4个孩子吧，这是一个破例，让孩子们三代去介入进来。在这个平台上我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很愉快的交流的平台，同时各抒己见，共同围绕螳螂拳未来的一个发展以及过去的一个缘分，大家可以慢慢叙旧。因此在大家看到的流程中跟所有的会议不一样，明天的上午下午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活动，一个是因为广州热，第二个呢我们这一次的年纪大的老先生老太太们比较多，我们希望明天晚上的晚会之前，我跟我的师叔讲少喝酒多睡觉，陪好这60多位亲人在这里。3天前就跟我的几位师叔是这样去说。同时呢明天的上午和下午呢，我们分别这一次的大活动有很多的媒体去非常的关心，那么他们呢今天下午已经陆续有一些媒体过来，明天上午明天的下午我会分批按照年龄和各方面，因为下午呢我希望老人家们休息一下之后参加精神抖擞参加晚上，所以明天上午的3个小时早餐后我们去安排一帮的老师先接受采访，每人可能有3分钟，大家都可能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留下所有的你这一次南行您对螳螂拳的理解，留下所有的印象。那么下午呢就会给一帮可能从香港马来西亚60多岁还算年轻的小伙子们，我们是把港澳新加坡年轻一点点的50-60岁的放到后面去做采访。那么下午有2个小时给老人家们休息，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往外活动，26号我们安排感受广州的西关文化，
里边有李小龙的故居，也有叶问的故居。如果大家是需要参与这一场的26号的参观之旅的话，那个地方呢是习近平在港珠澳大桥剪彩之后唯一去的文化旅游点。所以这一次在26号呢会有半天的这样的时间，大家会可以视自己对这个天气的适应情况以及身体情况来去跟您的对接人。我们每一个老师呢都有一个叫沟通官，是你的连接大会的对接人，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们。山东是螳螂泉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大家其实因为在座都是小螳螂老螳螂，所以我想不用我们多说。那么这是将有400年历史的这个文化遗产，优秀的文化的产物呢，从南传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时间。那么基本上呢，是从1919年范旭东举荐罗光玉南下到上海精武会后升任总教练之后，他开始在螳螂南传史上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规模之广阔，路程之遥远，影响之巨大。我想大家其实在过去的20-30年应该有一个了解，尤其在会刊中，今天大家现在已经我不知道会刊等一下会发到大家的手中，每人只有一本。这本会刊呢汇集了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它汇集了很多是我们在过去的4年里边两上山东寻根，七上上海精武，之后再两下南洋。要不我就从那个 PPT 里面大约会过一下，有没有滚动还是我自己按？还是你按？好，下一页。大家如果我就很快的过一下，这次会进收录的里边总共有16位领导，66位螳螂泉名家的贺词，还有一部分后来记得比较晚了，所以呢我们会在现场会做一个交换。但是所有的话里边都有一个同根同源，就是螳螂一家亲，无论他走到多远，走到多远的地方，包括今天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专门问广州螳螂泉成为广州市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怎么想，我们局长说很好啊，他越是能影响得更大，我们也希望，因为各地的螳螂只要它发展都是我们螳螂泉共同的，无论在过程中我们有任何的不同的发展的历程，但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老家都是一起的。哎，看这张照片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这4年的历程，大家应该很熟悉。2017年我们第一次回到山东，刚才说了从杨斌到中枢到我们这一托人40-50岁50-60岁，但是呢最后不知道没上过山东，所以在我们在申请非遗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我们10万个为什么，所以我们就2017年呢组队港粤的粤港的一个团队第一次上山东，之后我们外地的从梁学乡海洋这里开始，一直到莱阳到即墨烟台，之后又回到烟台，又去到青岛，本来还去济南，但是呢我们带去的8个箱子准备做10天的旅程，8天就回来了，所有箱子都挤爆了，所有人员每天5点钟就出发，每天见5波不同的螳螂泉人，之后到晚上2点睡，第二天5点又起来，所以呢后来我们说好留着下一次旅行程吧，走到青岛就往回走了，就没往济南走。这是我们在拜祭梁学乡的墓的过程，完完全全几十辆车的一起上山去，同时也拜祭了我们也去看了梁学乡的故居，看完之后很短的时间，今天有来自那个故居修理的他们就告诉我说，你们来了之后触动很大，因为我们建议他把梁学乡的全房，还有一个全房江化龙当年送给那个老先生的全房呢，把他整条村附近应该把它改造成旅游文化的一个民宿和居地，让我们去寻根的时候就应该住在那去看。同时海洋大秧歌那个地方也是非常棒的地方，这个交流一回来1个月后就收到他们的信息，政府马上很大力的投入，企业家今天来了一个叫王总，大秧歌基地的王总，我们螳螂泉非常欢迎他，他也是螳螂泉的对文化的理解，他愿意放下他的生意大基地来去投入进去螳螂泉的发展。之后呢他们马上把老泉房再改造，改造过程中他问我应该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做旅游文化，所以我们说一直是修旧如旧，我说我帮不了你，我介绍中央美术学院建筑院的院长，他是对古建的专家，怎么保留原来的梁学乡的很多的一些遗址，一些的练泉八仙台所有的模仿，包括灯马骑马的马灯，那个圈马的圈子，这些都要全部留下来。
他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点一滴我都看在那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相信未来有更多的人会这样服务。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我抽选了一些啊，山东不一一举列，山东要看的照片足足有几万张，所以有一些我们放到那个会刊里，有一些呢就那个放到那个视频里。那么等一下钟叔拿一本会刊给我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一张很有意思，槟城的朋友看不到吧，刚好柱子界挡住了啊，王会长，是我们刚好把王会长没出现。这一张图片呢是在上个月马来西亚槟城的41周年的时候，我们整个晚宴结束之后，大家余兴未了，后来我们说王会长说，哎，我们要不要来个颁布，颁布就是我们的五权 ABC。 结果我们来自3个国家2个地区，香港澳门中国新加坡槟城，共同一起上台去打那个颁布。大家看看动作啊，结果这是80年前由罗光玉传到了南方，传到了马来西亚，我们没有合计过，一上台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情景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去年我跟那个陈建安，我们一打完新加坡的郭长城，把他录回去给他的师傅看，96岁的老人家一看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99%就是当年他师傅罗光玉教给他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所以呢，有多少是在这张照片中，新加坡的朋友在哪里，我们站一站，槟城的，香港的，阿奇，还有是那个我香港的鬼，吴玉华，好多，反正这帮人吧都在现场。今天啊，我们是80年后打印套拳，大家不用喊口令，就是喊1、2、3，全部的动作全部的基本上一样，只是腿踢的高和低的问题。很感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丁学伟先生，他是上海，刚才介绍了罗光玉时代在上海时代的3个重要的学生名徒之一，丁如霞老先生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但是呢今天他的儿子丁老师也在现场，70多岁，非常牛逼，太太也一起来了，很感动很感动。今天记者问我们了，究竟螳螂拳在过程中为什么会断了一些，大家其实有海洋有莱阳的，有上海，其实遭遇不同，广州也一样，一个是破四旧的时候，一个是文革的时候，大家很多宝贵的资料完全都没了，大家说饿饭都吃不饱怎么保留。第二个破四旧的时候，我们广州螳螂拳梅花螳螂拳严老先生这是香港梅花螳螂拳的严老先生啊，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旧事不要提，往事不要提，我见你半小时，结果那天我们一谈5个小时。为什么谈起来当年他的师傅被抄家文革的时候，12辆的大货车把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他们在解放前他的师傅已经叫阔药池健身院。我们想想30年前我们才开始听说健身院，实际上广州在解放前他们的名字已经叫阔药池健身院啊。那么那个时候是有多少的财富，但文革是没有了。同样到上海，我到丁学伟老师家里的时候，他们给我看到是3本残旧的丁如，有其中有一本丁如霞的笔记，还有他的一些书，亲自给我的一些照片。但是呢这个故事也是很惨，他们讲了在文革中丁如霞老先生的高徒10多个都遇到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困难，所以他们这20多年其实都不愿再走出来，不提往事。但是我相信历史一页翻过去了，因为咱们迎来是新的一个时代，大家愿意分享，所以在我们接下来等一下给大家发的那本会刊里边聚集的不是广州螳螂拳会的东西，聚集的是这4年来我们是山东同门、上海同门、所有世界各地的同门给我们寄来的他们的祖先。因为这一次来的嫡孙传人特别多啊，从林仲柱先生到好多，到崔寿山，到王玉山、王晓老师啊，他们都是那个好多都是传人。一我们说请原谅不能一的去列数在这里。好了，那大家为什么老去槟城老去马来西亚呢？我在那边知道钟连华老师去过，刘松行老师去过，有看到鸳鸯螳螂拳的旗帜，我就告诉孙会长，我说你们去过吗？但是没有，后来我就找原因，哦，原来在比赛中孙老先生的也出现过。
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唐朝群这里是没有停止过这种交流。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有礼物里边，我跟所有的老师讲，礼物不大件不重，就是一个 U 盘。但是这个 U 盘呢，是在你们的每个包里面就一本会刊，一个 U 盘。这个 U 盘装载了过去十几年前到二十几年前老全师们的，包括林动作先生，包括刘崇杰老师，包括孙洪宅老师，还有在座好多老师，包括槟城王会长的年轻时代，他们的比赛时候的，到香港交流时候的影像。当时我跟霍耀那个威洪石先生在谈的时候，他经常发出来，我说你发一个，别人一转发就不是你的了，你一发就梁尚彦转发，属于梁尚彦的。我说你全部贡献出来，整理出来，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出来，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收入，把这些老前辈的影像资料录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送给大家拿回去，以后留给博物馆，留给后人，留给所有关键看到这些老英雄的英姿雄姿在那里边的历史记载。所以呢，大家别嫌这个礼物小，它真的很小，就一个 U 盘，但是呢是一颗螳螂拳继往开来留给功在当代功在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看到这张图片呢，其实这是上海金舞会的新会长，他三天前才来这里。一个月前我到槟城的里面参加金舞会的九十五周年，居然同台跟他就同场见到了。上个星期我到上海参加上海金舞的鹰爪拳的一个活动，他听到我去马上就说，哎，我们一个月内见两次。结果第二天他从佛山到上海的过程中呢，专门绕了两个小时到广州，一个月内我们见三次。过去四年我找上海找得好苦，找了四年没见到他，就说真正连上线。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一个月，我相信将来大家也是一样的，好久海峡怎么样去走到海洋南洋烟台槟城新加坡，但是通过今天的粘连，通过互联网的粘连，我相信大家会连带起来。那么呢，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金舞体育馆，在那里九十五年前金舞到那里，现在还在招生哪三个课程呢？太极拳、少林拳还有螳螂拳。九十五年前带过去的，现在在金舞会里面的教学课程只有三个，那么现在的招生也只有三个，但是其中有我们螳螂拳，大家应该是不是很骄傲？谢谢。好，下一页，下一页。广州的我简单介绍一下不同的教学点，是现在是刚才说了，广州传过来的是有两条线，一条呢是初期呢是分七星梅花两支，分别是郭子硕、霍耀石为代表。那么郭子硕是1913年到1984年，这个过程，他师承山东罗光玉，是专门在当年在上海金舞会跟罗光玉在学，因为他是海员，他是七星螳螂拳在广州的主要传播人。其实最早罗光玉先去的佛山，佛山没留下这个种子，但是在广州深耕扎根下来。那么郭子硕还曾任广州市武术协会主席，广州市螳螂拳会首任会长，他也是广州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所有的大赛中的总裁判长，以及组织比赛的舞协的一个操头人。还有一位呢，就是霍耀石先生，他是1892到1970啊，师承烟台的鲍光英，是梅花螳螂拳的主要传播人及岭南近代的著名中医家。刚才我说了，武医是他们的一个解放前已经有医馆了，同时他们的家人很好的一直传承下来，他们的后人现在呢有些著作登录在那本刊物里边，已经去年今年都进入了中华的武术的那个大学那本杂志里边，现在也被美国邀请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运动学的杂志里边，运动医学杂志里面去刊登。七星梅花是两支螳螂拳呢，是共同一起练拳深入交流，我们是第一个共同组成一个拳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大家老是有点困惑，七星梅花七星梅花，一直到我是上两个月去到上海跟上海的金舞四位老螳螂开小座谈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开心地告诉我，七星梅花罗光玉、王传义、杨文兴当年在上海也教梅花，
他说我们这四个老人家七星梅花不分家，我们只说我们师承是谁。那我说这个是太开心了，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大家是讲不清，但是他们四个老人家呢，我每次去到上海大家喝茶吃饭马上就动起手来，很开心的。他说哪样靠近哪样便于我们螳螂发展，我们就团结起来一起往前走。我说这个是太棒了。那么七星和梅花之间的这些渊源，我想从烟台祖辈开始一直到到香港。魏老先生告诉我，他当年逃难文革后到香港的时候，他是梅花螳螂的，他去住进了七星螳螂的欧星汉的家里，一直到他结婚，七星螳螂这个给他住家的人，因为他跟霍耀祖是结拜兄弟嘛，帮他做证婚人。所以这些的故事呢，我们串联起来才发现，七星梅花真的其实都很亲很亲。好，现在看到是最关的教学点，这是郭华威老师过身之后，就我的师父过身之后，他的徒弟十多人呢一直在那里保留的教学，小孩们呢也从这过去三年中参加了很多大赛，还有海珠广场教学点是我们师叔，我们叫他五次啊，一辈子把所有的退休金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研究里面。这一次资料袋里面也有他们的几位老人家，包括严老师一起做的叫做古坛的一些研究的资料，也放到那个箱里边给包子你给大家。还有社工的教学点，罗国梁的罗素馆，刘帕公园的教学点那么这些都是这么几十年来，大家虽然工作在忙，在公安战线也好，在其他生意场上也好，但是大家还是保留下来了。好，我们下一页。今天的螳螂全会刚才说是广州的广东省的非遗，过去过一页。好，其实呢这里写82年，实际上我们79年的时候成立，到82年到84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中国最大，那时候10000人在学。因为当时的国家体育局长荣高堂到广州来的时候参观的唯一一个点，他说是最大的群众的体育运动。那大家说为什么能发展，我刚才说因为刚好我师公是工人阶级，他没被打倒到农村去，当政府说哎要扶起来的时候，群体办就到了我们的点，开始允许我们教学，所以有了曾经最辉煌的10000人的学生。之后呢，广州日报登过连续3天登载他是铁臂螳螂。那么在七星螳螂的南传的过程中呢，我们打开那本书，我们看到罗光玉就是在南传里边的第一人，这也是我们下一页。我们回到山东之后，大家很开心说我们广州把少年时代离开山东的两位少年英雄，为什么这样说，无论是鲍光英无论是罗光玉，都在香港和港澳南洋的地带，不说他们的地址，光说他们两位都有很多当年抗击日本和帮助社会所有的，他们是一个少年英雄离开老家。所以当我们回到海洋烟台所有地方，大家很开心说你们等于把这两位少年英雄年少时候的业绩送回来。是上海青对，您好您好，我刚说到罗光玉，咱们的罗光玉当年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罗光玉到上海啊。杨老师和秘书长您好您好，第一个见面的，来来来，你等一等。哇，这是天意吧，这么巧，上海金国体育总会当年孙中山先生是文人医生，但是他要革命的时候就首先请了10个金武英雄吧，但是其中有5个是广东人商人，资助请出货源甲出山成立上海金武体育总会之后，那么在里边请全国的各自有名的拳师，其中就有这个螳螂拳。我们刚才说怎么南传，因为今天来自螳螂拳的故乡，400年前的却连连，但这个连连呢就是从1919年开始，从上海罗光玉去了那里之后，他就开始觉得哎，今天电视台也问我那跟山东老家有什么不同，我说有不同，因为当年的金武的时候跟朗云气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在上海的码头街头抗击的力量不一样，所以他改变了崩布拳的团操，把它变成古魔操，这个在金武的50年100年里面其实都有写明的，它是国操啊，把它，那么呢里面有很多，有一段话的话我想在书里面呢可以提醒大家值得看一看，就是当年在金武会50年之节选中，1930几年的时候吧，二几年30年左右，
美国考察团，咱们中国出钱给美国考察团来中国考察，三个月后他们说与其反国报告中有被中国的工商业在新兴的国家所有的都赶不上美国，这一次到中国考察可谓一无所得。那么呢，盖棺国家之强应该是视其他的各项的装备、军械、出品、质量、文化、各大学生等等所有的东西来去考察。上海虽为中国工商全国之首，但是各纺织厂机器大部分为美国出品，所谓全国最负盛名的报馆只有两台稳动的机器，但是美国呢的报馆有几十架，整个中国不足称矣，其中唯有一事可记得，就是在上海金谷会看到的一个团操，这些人的话，这个事情是可以记录考察中，用以个人这种动作敏捷、组织严密，用以训练个人，可以是起搏击防卫之力，用以训练军队和警察，足为充分见证。也就是说，考察了三个月，他说没有任何值得他们美国人看得上的，当时只有一件事情记得，这是在历史上记住，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的相似。那么所以罗光玉的这一些照片呢，我是从槟城的里边的资料中拿回来，因为咱们在国内没掉了这些资料了，文革中没掉，这是1933年罗光玉去了香港之后用了三个月就把香港的团体操第一名、帮布全操拿了第一名，1932年进入了广东省省港的那个帮布那个集体武术比赛中又拿了集体操的第一名。那么这是一个改良中，就是在我们李老师啊所有的师傅的讲解中，你们的师傅都有参与的，这是在历史中记载，但是这些资料呢已经没断掉了，我们国内文革的中，所以呢我去到槟城呢，他们有125周年的刊物，补充了很多资料。王会长，谢谢。当时是老，他现任的槟城的我访问了好多啊，香港的吴玉华，很多人为什么大家愿意徐金伟老师，大家愿意每年都去槟城？完了，他们告诉我，因为那里有香港当年全会的感觉，香港没有了，地贵30万，100万一平方，怎么买呢？但是呢，马来西亚他们是自己兄弟姐妹合钱买了那栋房子。所以在那里呢能寻到当年罗光玉像香港的全会一样的感觉，布置所有的味道都这样，结果每一年大家都愿意自费飞到那边去欢聚2到3天，我想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难得。谢谢会长。现在大家看到就是郭子硕年轻时候1937年、1940年、1914年，他个子不高啊，1米6几左右吧，是吧？但是大家看看上海金舞会当年的郭子硕是这样的一个舞姿，金舞会里面的那种，金舞会如果要学习螳螂拳是去到最高的级别，要打最高的毕业要打60个班子，是吧？是老师们告诉我要打60个班子。好，我们再下一页，你看，其实呢，好，再回到刚才那一页，上海的金舞我也是这几年研究才发现，最初进去大家都是各种拳都可以学，弹腿啊、茶拳啊、鹰爪等等，最后你选择学什么就专学。那么郭子硕也是走过这个历程，我也是40多年后才发现，广州的我们螳螂拳会40年前我们18岁的时候到了年龄了，那个时候我们具有少林拳有蓝拳有不同，完全是上海金舞会的精神，一个老师站在台上，1000人在台下共同操礼操步帮步基础拳。那么这个呢跟我现在看到的史料在上海金舞会里面的资料是一模一样，之后我去到槟城，我们不同的人一上台，大家的嗓音一喊，等一下把这个影像给大家看，会看到。好，下一页，那这就是50年代的郭子硕的一些徒弟，现在这些男孩子都成长了，18、20岁，今天都在这里，40岁、50岁、60岁了啊。好，下一页，这是广州日报当年登的铁壁螳螂，因为时间关系过得快一点。对，当年郭子硕主席，他是我刚才说了多次的裁判长啊、总裁判长等等的那个工作。那么钟老师、钟连邦老师也是在那个年代去认识和互相交流，也在我们应郭子硕之邀呢，也是进行拳术的交流和教学的。好，下一页。当年于海先生每次到广州也会去拜访郭子硕先生，
好，但是现在看到是另外一条线，我们说曝光一线梁学家从江化龙，那么这个史实现在大家还继续在研究，还是孙元才到曝光英，那么这边的阔少石先生就是师从曝光英先生的梅花螳螂拳这样，所以大家这些的史料都在历史上全部都有，就曝光英离开山东之后的很多的一些史实，当然在退刊中都有啊这些资料。好，我们下一页啊。那么曝光英的历史很著名，因为梅花跟七星还不一样，七星在今古上海的传播为什么这么广泛，它是有教无类，只要想学都可以教。梅花在香港呢，当年的曝光英，当年的破钥匙呢，他们教了香港的四大最有钱的公子，但是是不出生的，要很贵的学费的，那些公子学完之后是不传播出去的。而七星呢，现到李景荣师傅都是一样，每个月都飞欧洲，钟老师他们也是每个星期，我说师叔你在不在，我去找你，他说我又飞了德国了。那么他们是保持了金武这种有教无类敞开，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那么在破钥匙呢，他是近代著名的中医师，也是曾经中国的广州中医工会的理事，他的弟子现在包括严老先生，回头大家有时间交流的话，他的女儿现在已经是国际认证的防癌的博士，就一个防癌的研究中机构里面的博士，第二代第三代医武的部分已经全部出来。我相信丁学伟老师也是跟他儿子也是医武世家，他们也是中医针灸，还有好多好多老师其实都是。所以呢这个平台下跟过去30年不一样，过去大家是单打独斗，包括生意包括很多，但是未来大家可能会联合起来纵横的交流，跨界的合作。好，下一页。好，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是当年破钥匙获得的民国时期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给的中国驻联合国的一个代表给到破钥匙先生的一句话，是李美元讲，这是在乡下翻到的，乡下的屋子里面把它装在镜花后面才找回来啊。好，我们下一页。好，这些都是当年的报道里边的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们都在会刊里面有。好，过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过得快一点点。哎，对，广州的医武大家也是可以在书里面看一下的。解放前在广州西关100多年前就有400多家医疗的一条街，这是广州的五医。所以去年呢我主持了广州的一个叫五医论坛。好，下一页。好，这是去年的五医论坛。好，下一页。好，下面吧。啊，这是我们说的中华武术，现在美国的邀请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的成果广州螳螂拳会的医武结合等等放过去，把它翻译成英文给那个美国的医学的杂志里边。好，下一页。那么郭子硕的孙子郭中书呢，也是结合他自己的学识和资源呢，开创了一个用武医的一个螳螂拳的医武结合的优势呢，开创了肩颈库里的品牌新肩螳。啊，郭中书在这里啊，大家会看到螳螂拳的手法和医武的结合，和很多的那个开发自发的药水的等等。好，下一页。这就是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蓝船我们这几年走的路。好，过一下，快。很感动，赵局长这一次没来。过去一个月，海洋的文广旅游局长赵局长，但是大家看到他这张照片是2017年我们在海洋夜话。怎么叫夜话呢？赵局长晚上12点开完政府的会议，来到我们住的地方，12点到2点夜探螳螂，跟我们来交流。大家看到他的激情，他的名字叫赵中国，很感动的。郭明刚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啊，晚上2点了，大家还在这里去进行交流。这个是在梁学家的故居啊，这里。好，下一页。这里就刚才说，这是孙化龙的故乡，带宋子德的那个墓碑前，包括我们去到海洋的大秧歌的基地，每个地方，包括去到林凤树老师的武馆，我们都会大家去忍不住动起手来，在烟台，在钟连宝老师那里，也让很多学生去互相的演示、互相的交流，那么最后我们在青岛市政府的门前留下了一个影子，那次收获非常非常多，我们说来日方长。好，我也希望这一次大家在广州有更多的收获。下一页，这是去年我们第二次重回山东里边参加的孙会长青岛武协去主办的一个叫2018年的青岛国际武术节，有52个国家，是52个国家吧，共同参赛。
其实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其实50多个国家来参加中国的，这也是今天咱们聚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我们希望未来中国的武术，它是属于中国文化部分、技艺的一部分，中国的国粹，十大国粹，武术排在第二，跟书法一起，书法第一排在后面，跟中医、京剧都是一起。未来的时代，过去30年，中国用了30年走欧洲300年的路程，建城市，土地没有了，但是未来，解放前黄金是最值钱的。过去30年，大家看到石油、黑金是最值钱的。我相信未来咱们的文化，那是绿色的金融，肯定是主宰未来的几十年。所以呢，也有了咱们今天东南西北海内内外的共同来去探讨磨合，怎么样的文化能成为我们未来的共同享受的财富。这就是当时青岛的这个我们参赛的，从严志图老师70多岁了，他是广东粤语讲古传承人唯一的，像北方的单传芳一样，他是严志图老师啊。一直到李坤中，这些大学生从3岁开始学螳螂，他的徒孙现在是大学生，最后一个白衣服啊，他们一个个都成长。当时我们的一篇新闻叫做百年的美丽故事回到青岛，广州螳螂拳带着百年的美丽故事回到青岛。当天晚上新闻一出去，在新华社点击率35万，现在大家回头马上点击进去看这篇文章，已经过了50多万，两篇文章总共100万。也就是说咱们螳螂拳是有故事的，但是怎么去说好这些故事，怎么让更多人，如果我们做好了它，中国有70亿的人，来个小数点吧，1%吧，我们的所有的武馆，我们所有的基地，是不是都能去把文化更好。我说经常说李师傅您不要远去了，就在国内选几个基地，让鬼子们来这里，咱们不用往外跑了，但随着老师们的年龄走。好，我们下一页，这是上海精武的体育总会，下次大家去比我容易多了，不用跑那么远啊。就是体育总会，哎，4位老先生都来了，咱们现在3位老先生还没有丁学伟老师，后来这里是丁学伟老师，我是第二次又回到上海又再见到。好，下一页。为了找到上海精武，这个错了，这里错了，我还去拜访到郭嘉当年的103岁了，现在是吧，这个老人家在上海，听他讲当年的故事，这个老人家还能扫地还很清楚，他的70多岁的儿子陪着我去到上海精武会的，去拜见了谢会长，这位杨老师一起见到。所以呢这是杨老师，那刚刚下面是杨老师，这是谢会长。好，下一页，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这是我第7次去上海的时候的，就在我住的宾馆里面，我们就很开心，因为丁学伟老师在呢，老螳螂，我们就每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暗号，我们说就好玩。好，螳螂一家亲，这是7月3号的，很新鲜啊，才1个多月前。好，下一页，哎，这是在做会刊的过程中，我很感动，收到了来自各地的低声传人的直接的资料，很多的图片都是没出过试面试的，这些都收载在那本会刊里边，他们都是贡献过来，希望贡献给大家分享啊。包括李景文老师，我都后来问他，我说钟连芳老师，我专门做了他们的国际教学的专刊，给大家去了解他们在这种国际上不断的推动螳螂拳的武术向世界文化去推广的一个过程。这当时我最后收到，我都分不清，反正久不久一个星期又会收到李大林老师发来一张图片，收到张建芳老师发来体育总会的旧照，一会又给我发一锅老螳螂，反正好多照片，我天天在过去3个月啊，在现在会刊里面编出来不到1/1，这4年我们收集的不到1/1，所以来日方长，我们再慢慢分享。好，下一页，现在是对马来西亚槟城里面，我刚才说最有味道的他们的老会长，现任的会长，我们严老师一起过去啊。好，下一页，这又是参加95周年精武会，我们上海精武会也去人，完了也是最后的打完光棍拳下来，大家的开心。好，下一页。好，那么在看完上槟城之后呢，我这里给大家介绍这位新加坡的老人，因为在那本书里面有4个字叫公道自成，这个字帖是60多年前吧，70年前他的老师送给他的4个字，他这一次把它节选出来，
送给我们这一次赠给全场的所有的人，好，96岁的我，好，过一下，嗯 ，OK，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多说了。这是一本我们史上有一本《曝光阴》的梅花摔手唐人拳的访问，我们用飞的钱去把它收购回来之后呢，把它打印，将来也会分享给大家，有机会大家具体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好，过吧，过吧。最后这一张在会刊中，大家打开那本会刊的话会看到这一张里边，应该会找到槟城的我们的新加坡的小孩子成长于天禄钟老师，所有的刘松军老师、李景荣老师等等100张照片致敬100周年。这是我们希望在大家把这张照片带过去。那么会刊里面最后呢有一个袋子叫做相册，我们希望大家留下这一次行程里面在广州留下的所有的珍贵的照片，会更多的一个交流。那么这些在我们会刊里面都有这些资料。好，所以这一次继广州唐人拳会成立35周年的时间，我想也借着南拳8年，我们根深叶茂，同心同德，螳螂一家。在这本书里边我想会大家会看到这个图案，就是我们那本刊物了。这里边大家看到1919年开始到2019，螳螂南拳从蓬莱，今天有蓬莱的朋友啊，对，蓬莱的武术的朋友，蓬莱到上海的精武标志，一直到武阳广州的标志，如果26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还有广州的小蛮腰，亚运会的地方，还有马来西亚的双子塔，这就是这100年来从罗湾会开始走过的这个历程。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刚才的夸页是在最后这里，对，这里边可能能找到，今天有60多位，我们总共有100张致敬的照片在这里。同时呢，这里呢拍了一个绷布，过去大家是用手画的，我们广州螳螂拳会呢用48个运动员一起呢共同拍的绷布，每人一个动作去航拍，现代的技术去航拍，也是献给大家。最后在这里呢有一个叫纪念相册，希望大家留下这个很温馨的家人的百年难遇的一个大聚会的一个照片带回去。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照片明天就能给大家洗出来放进去，明后天的话时间大家看里边，因为时间关系，主持人的所有的东西不断催我快快快，所以呢我想很多的话语表达不了我们所有，但是呢我相信来日方长，在未来的话，在我们的全会这几年做的一小动作，在这个欢乐的喜庆的时候，我再次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祝大家在广州这一次的旅程之中，因为很感动，这么多的老人家，这么多的80多岁老人家都同台在这里出现，我相信你们为唐螂拳的传播和所有的默默奉献辛勤工作，是每一个唐螂拳人的努力和汗水，才有了唐螂拳今天蔚为壮观的景象。我们作为唐螂拳的晚辈，要诚挚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座所有老师，你们的先贤等等的奉献，使螳螂拳的体系可以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高。我也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我们就能让螳螂拳创造更加的辉煌，更灿烂的明天，这个明天一定属于我们所有螳螂拳人。祝大家在广州度过一个开心的圆满的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梁会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呢将会是一个很温馨，有一种家人的感觉，也是我们广州唐螂拳学会对我们在座各位，尤其是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副师叔师伯们的一个致敬。有一句话在讲这句话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梁会长啊。梁会长除了从小就习武，他同时也是从商了好几十年，他曾经是著名的这个几个大楼盘的副总裁，比如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碧桂园，它是副总裁；又比如星河湾，它是开发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这个楼盘。除此之外，他现在还是我们暨南大学的教授，带研究生。所以我们的梁会长，他同时还是一个文人，能文能武。我们给点掌声，梁会长。我为什么说要给点掌声梁会长呢？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点私心。他是我的师姐，同时他在我们这次的活动，以及我们的这个螳螂拳协会，他这次当会长之后呢，他是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把所有年薪过千万的工作都放下了，他就过来研究螳螂，研究中国文化。他跟我促膝长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他这几年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将我们的中国武术，特别是我们中国螳螂这个文化推向世界。所以我深深给他感动了。那么今天晚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包括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师父们，你们都是自费来的。所以我深深为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一个螳螂拳的所有的传人，我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感到骄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自己。好了，接下来大家看到我们前这一排凳子，我们将会请出六对夫妇。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就说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在座很多夫妇，他背后都有着他的夫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就专门就请这六对夫妇上来就坐，五对夫妇请上来就坐。那么我们将会为他们献上花，以表示我们的诚挚的谢意。来，我们也是排名不分先后，我们请我们一对一对夫妇请上来啊。我们有请刘崇喜夫妇，有请。我们再请钟连宝夫妇，有请。来，请上座，请上座，请上座。能让我们的老师傅快乐的50年、60年的去享受螳螂拳，我们认为背后的那一位非常难得，所以这一次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他们致敬的一个环节。我们再请孙德龙夫妇。我们有请丁学伟夫妇。来，我们再请严孝良夫妇。好，不好意思。好，我们五对朋友，来，我们再请王晓夫妇。来，有请，有请。来，我们广州螳螂拳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们，请站到我们的这五对夫妇的后面。来，我们一一来为他们献花。好，由我们的梁会长献上我们的一番心意，献上我们的一点敬意，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请各位就坐。那么请广州螳螂拳协会的所有会长都上台，手里拿着你们的酒杯。来，所有会长上台。
我想问他两句话啊，孙先生，您是习武多少年了？75年。75年了，哇，八岁开始习武，今年83岁。83岁，现在还有继续受训吗？您是来自山东是吗？对，青岛。好的好的，你看这一位老寿星们真的是非常的精神，谢谢您，请就坐，谢谢谢谢谢谢。好，其实呢，我知道等一下还会有很多朋友要上来致辞的，那么这样吧，我们现在先请来自山东莱阳市的领导耿春强先生致辞，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武术界的前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有幸能够受邀参加今天晚上的活动，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也是广州踏浪拳会成立35周年，同时也是踏浪拳乃向100周年。借此机会，我代表莱阳市体育总会，代表莱阳市武术协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踏浪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莱阳是踏浪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创新地。我们莱阳市近年来特别重视文化历史，提出打造踏浪拳这一传统文化名片，希望大家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阳走一走看一看，同时品尝皇家凤凰莱阳梨。最后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祝踏浪拳发扬广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莱阳市的领导，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海洋市的领导随副局长致辞，大家掌声欢迎。很有幸能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踏浪拳南山一百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海洋是这个东临威海，那边是靠着这个青岛，里边靠着是烟台，因为烟台烟台很有名。希望大家有时间过来，我们海洋干啥样子？我们的王总那个抓手，还有我们海洋的这个周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随局长，谢谢您谢谢您。我知道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师傅们都会有很多话想说，那么等一下呢，我们的环节，我们的有一个互赠礼物的环节结束之后呢，那么大家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来讲讲话。好，下面我们有请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监事长徐民富先生致辞，大家掌声欢迎。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很高兴这个代表上海市精武体育总会严建平会长，这个我们的薛海荣副会长来参加这个踏浪拳南传100周年和广州踏�浪拳学会35周年的纪念仪式，感到非常的高兴。我想呢，在这里呢，表示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呢，就是祝贺，祝贺我们踏浪拳南传100周年和广州市踏浪拳学会35周年这样一个
非常值得纪念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活动，表示我们的金湖体育总会的一个良好的祝愿。第二呢，是我们希望呢，我们呢就是这个金湖体育总会和唐人街协会呢有一个互相的学习和互相的一个助力。螳螂拳的发源于山东的南阳，但是呢又经过上海的这样一个助力，然后呢到了广东，这是100年之前的事。回顾这100年的过程，我想呢这个风风雨雨啊，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要感谢在座的老师在助推螳螂拳的发展当中呢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才发展到今天。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我们梁会长啊，这个30多年啊一直来这个不自于力啊，不自劳苦功高推动这个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今天的这个纪念活动，据说这个梁会长前前后后策划了好几年的时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么我们为梁会长这样的努力的也感到非常高兴。那么我们一个愿望，我们希望呢金湖体育总会和我们的这个螳螂拳的协会能够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借鉴，把我们两家啊这个发展的更好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我有一点心愿，就是祝愿我们在座的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在座的这个朋友们、领导们身体健康，大家为中华武术的发展共同的来推进，谢谢大家。
会长，我们广州螳螂拳的会长们准备你们接受礼物。海宁部门先后请王小夫妇赠送礼物，弘扬螳螂南拳南传百年。师傅，师傅看这边。好，谢谢谢谢。好，请就坐。好，我们有请青岛好兵太极梅花螳螂拳推广中心的孙德龙先生，来上来赠送礼物。来，我们合影留念。好，谢谢。我请施先生来说一下这个著作。我是从47年开始，分了我6组，学习家传太极梅花螳螂拳，直到现在的。我这个著作的话，就是我通过学习以后，体验总结。把螳螂拳继续的话呢，没有断下去。这也是我的。那么，因为这个回忆吧，我也很高兴。我把这样的东西送给广州螳螂拳。好，谢谢。来，我们再请山东烟台灵景山的弟子钟连宝先生，钟连宝大师来送出他的锦旗。太极非物质文化遗产鸳鸯螳螂拳的传承人孙宅，以及青岛武术协会副主席孙日成上来给我们互赠礼物，谢谢。好，这个是一，哇，是一个很大的一幅字，祝贺广州市螳螂拳会成立35周年，弘扬武术文化，传承螳螂拳术。这个就是我们的孙崇宅、孙日成两位赠送的礼物。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请就坐，请就坐。我们再请我们德高望重的，我们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批国家武术运动员启先生为我们广州螳螂拳学会赠送礼物。有请刘老先生，永栽七星螳螂拳，武艺精湛传百世。谢谢您，谢谢您，刘老先生。我们有请香港七星螳螂拳李景荣国会国术总会李景荣先生上台赠送锦旗。螳螂之光国际七星螳螂李景荣国术总会敬礼，谢谢。好，我们再请莱阳崔寿山武术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石明奇先生赠送礼物。这是书法名家高胜辉先生的作品，就是下区武字，也是踏老拳平线啊，就是手四连下面啊，就是著名书法家高胜辉的那先生的作品啊，就运输啊，咱的这个广州踏老拳会啊，以后的事业更灿烂啊，咱们友谊啊，天长地久。好，我知道这次莱阳的朋友来了很多位朋友，那么是不是请各位莱阳来的朋友都上来合影留念？好，一家七。李景山七星螳螂武术社林栋柱，你好。好，这个是，哇，好漂亮的字，都是非常漂亮的字，都是非常漂亮，这个字就比较多了，好多字我都不认得了。来，我们再来拍一个。
吃饭中间吗？刘秘书长的这个牌匾的字，来，我来看看啊。贺广州市武术协会螳螂拳会成立35周年，暨螳螂拳南传100年，饮水思源，根繁的金，根繁叶茂，上海金武体育总会赠，谢谢。来，我们可以留念，都说一个好字，好不好？一、二、三。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就坐吧，就坐吧，请各位就坐。好，有请罗光玉的徒孙，来自上海的丁学伟先生，来赠送礼物，谢谢您。前面。好，谢谢谢谢，请就位，请就坐，请就坐。好，来，我们吕元波先生，他刚才跟我说了。书法这笔这个书法这个条幅呢，是它的字是七星立名，名扬四海，螳螂安邦，威震五洲。那么好，谢谢谢谢，请就坐。OK 了，好的，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谢友明先生他赠送的是七星螳螂六路摘要，往这边看，往这边看。著作以及四路摘要，还有一路梅花枪，还有五路摘要。来，有请徐金北先生。好，谢谢，谢谢你先生。青岛的螳螂拳学会的杜月英赠送礼物，往这边。OK。好，有请安徽省武协常委、合肥市武协副主席、泸州螳螂拳研究会执行会长刘楚喜弟子许义文。撤吧。这身吧，来，赠送礼物，先看这边，先看摄像机。精气神何为贵？有请我们螳螂拳广州螳螂拳协会的会长梁女士来上台表示她的一番心意。我内心非常感谢感谢，那时候还想推出一位重要人物，是我的师兄，也是广州市武术协会的副主席，同时呢，也是我们螳螂拳会多年的那个会长嘛，所以呢，由他来代表拳会来感谢，好不好？恭喜师兄。尊敬的各位前辈，尊敬的各位领导，啊，我们的师兄弟，那么刚才梁会长说。我是双重身份吧，啊，本人呢，10岁开始练吧，啊，是我们螳螂拳的，我的启蒙教练呢是袁志图，我们袁老师，啊，袁老师，那么不知不觉啊，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了，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啊，很高兴，刚才梁会长说。今天大家很高兴聚在一起，啊，唱正友谊，那么互相交流，的确是一个好的平台。那么在这个晚宴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呢表达三层意思吧，啊，一个呢是很欢迎大家来到广州，来到我们羊城，啊，欢聚在一起，啊，共聚友谊。互相交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交流，啊，交流。那么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
相认识，互相交流，那么呢也通过这个平台加深友谊啊，加深友谊。那么第三个呢，也希望吧，也是希望，希望我们首先是我们螳螂传啊，天下螳螂是一家啊，我们这个平台来今后啊继续的发扬啊发扬，这第一。第二个呢，也衷心的祝愿大家在各地啊，把我们螳螂的精神，把我们这个螳螂传能够发扬光大啊，能够在我们中华大地生根开花，欣赏啊公司的成果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很精彩。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大家估计也吃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今天晚上是我们内部的一个活动，只是我们的螳螂之夜，我们都是自家人，所以呢希望大家有什么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什么工作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因为毕竟人虽然不算太多，但是毕竟来自全国各地，我们在座的各位义工们呢，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啊，为我们的义工们给点掌声，他们好吗？谢谢你们。